继续用来关注，今天呢苹果社评供应商对于第四季的财测也相当的乐观，预估可以创下单季新高，而台湾的生化价三雄也渴望因此吃补。等不及 iPhone 5，网络上已经有人拿在手上献宝，就是这样的热潮也让苹果射频供应商 Skyworks 对于第四季的财测乐观，预估将创下单季新高。台湾的生化加三雄也渴望吃补，宏杰科第二季的营收季增四成，第三季也有机会高于预期。文茂、全新都在 Skyworks 订单挹注下步步走高。那你也不要期待果粉本身他没有去买苹果的东西，他会跳到来买三星、来买 HTC。尽管专家对于题材提出预警，不过外传封测大厂晶圆电也加入 Skyworks 的供应链。法人预估晶圆电第三季的营收将渴望成长 5%， 毛利率持续向 30% 挺进。随着苹果新产品推出，营运同步增温，只是专家也提醒，投资策略布局是不是已经提前反应，恐怕还是要多观察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